把大门这个绑了一下，这个还是从旧金山带来的蚊帐那个绳呢。这个叫什么稻草啊？叫什么草啊？张起来了，把这个，剪子，先扔到屋去。再剪成几节，给它这个绑一下，它张开了，这个绑一块儿，然后这块绑一块儿，这块绑一块儿，下边用那个线绳绑的，用这个。就是鸡饲料那个封口那个线绳，这个白线绳，细的线绳，有铁丝儿，但是我没找着钳子，铁丝需要用钳子给它夹断啊。这个地方用那个塑料袋那个条绑了一下，然后这块也绑了一下，这都张开了，这块张开了，这块也绑了一下，这也绑了一下，就这样吧。篱笆要经常的给它检查一下，对吧？应该也没啥太大事儿吧？行吧，这块已经都掉了，这块已经都张出来了啊。行，就这样了，简单绑一下。过段时间可能就回旧金山了。行吧，这给它绑好了就行了。今天天气不错，今天天气。这鸭子这么紧张啊？你怕什么？怕什么？早晨这些小鸡儿就嘎嘎叫，这是鸭子在上面落着弄的这个，我给它清理一下，清理一下。这大蜗牛，大蜗牛真大！哇塞，哇塞！这个肉不能吃，对吧？哎呀，他一听说话，他缩回去了。你这耳朵挺好使啊，你，大蜗牛，你的肉能吃吗？倒是挺大啊。找个东西逗逗他，找个东西。我找个东西逗逗你啊，等等啊，找一个东西刮刮他。那往回缩吧，蜗牛。这个有它的触角啊，是不是有一种药可以消灭这个蜗牛？那这个蜗牛长挺大了，这家伙，看，挺大的蜗牛了，挺大了，用一个棍儿啊，什么东西，动动它，让它缩回去。哎，触角啊，缩回去了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哦，缩回去了。缩回去了，一缩完之后，它就变成一个咣咣啷滴滴走的球了。小蜗牛，大蜗牛，这不是小蜗牛了，它在这个吸着吸盘吸着一会儿就吸不住了，它都缩到壳里了，得咣啷在这转过身来了。你好，你好，哎呦，要走，一会儿他就咣啷家的，哎，看可以动了，看，看，就可以动了，看，小鸡吃吗？你们吃蜗牛吗？吃蜗牛吗？吃吗？咱不吃吧。怎么可能不吃？那这个肉都藏里头了。吃蜗牛吗？小鸡儿，吃吗？吃吗？不吃。哎，这个嘛，这边玩吧，搁这里边。在这儿，这水不少啊，这是。昨天这个小区进园子了，昨天。
沿着这块石碑得给它绑一下，跑，它啥也不是了，这边，哎呀，葱都跑了，需要绑一下这块，嗯，行吧。